特曼也来玩吃鸡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们玩吃鸡怎么样？搞起！哎呦我去，把自己摔了个狗吃巴巴。哈哈哈，师傅你不行啊，看我怎么。这头怎么有点晕呢？哈哈哈，你们师徒俩就没一个靠谱的，还是看我。这确实不太好操作哈。啊，有这么难吗？我还是小心点。这不是挺容易的吗？哎呀，没站稳呢。大家麻溜捡装备，一会大家再分一分药品，争取全员吃鸡。好烈师傅。OK， 没问题。这个枪怎么用的呀？哦，厉害呀，这枪。咦，前面有枪声，走前去看看。别乱开枪，这样别人会知道我们的位置，容易被偷袭。大家赶紧来我这里分一分药品。哦，我只是试一下枪，我不太会玩呢。我知道了，不乱开枪了，这就来。OK， 没问题。好烈师傅，嘿嘿，看我超级跑酷。哎呦，半吊子泽塔，你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吗？哈哈哈。走，悄悄摸过去。啊，你们俩从后面摸去，我们俩摸前面去。哈哈，原来是赛罗他们。来，每个人分几瓶饮料。哟，看来他们在分装备呢。看我一手雷送你们上路。我操！我操！你高头洗你玩不起，小垃圾！哈哈，赛兔子，你个小菜鸟。终于被我扳回一局。被老黑你个老六，你等着再来一局。